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冰道馆银杏 ，OK， 暴雪王呢一只咧就系、是、有抗火果嘅，所以大火都唔死啊！用呢招啦，好地震，地震我都唔死啊！呢度佢话打唔死我，我话打唔死佢。好，低下海狮，叶衣贝。好剑舞系啦，佢会开保护嘅，呢一弯佢就唔会开嘅。我谂佢应该会开愤怒门牙嘅，唔开佢要开保护啊仲。咁佢呢一弯一定会去食药啦。OK， 搞掂一下。雪妖女呢只就系麻烦啦。雪妖女嘅话就会识呢个鬼球、影子球啦，同埋佢有个嘅气息腰带喺度。咁所以我。要做的就是要扣一扣佢血，好，然后寄生种子，暴风雪杀唔死，喂，回避咗，大镬啦，今铺咁就，唉，我都知道会大镬嘅呢度，咁啊火爆喉啦，居然咁都唔中都有嘅，地震。但我记得地震佢好似唔中，因为呢只系漂浮嘅。啊！死啦咁铺，咬佢，唔得，巨剑下咧，岩崩，唉，识十万伏特，咁啊死得啦咁铺。呢度用大火嘅话咧，我就会死嘅，系啦。佢有个咁嘅气息腰带咧，我话几麻烦啊！喷射火焰喺度，好集一下，但系佢快过我啦，冇错系快过我嘅。我真系估唔到嗰只蟹仔居然唔中啊！降蟹，如果中咗嘅话，我好大机会可以用烈焰马可以打死佢嘅，但系佢可惜唔中。其实边只快？呢只系最快嘅烈焰马。但是112、149喺暴龙13，其实我嗰队都偏向低速度本身。第一只先用火爆喉先试一试试水温。好，燕反系啦，扣一半 ，OK。然后呢度烈焰马打，佢会食药啦，定。好，即系有抗火果，再直接打佢，咁我就唔使食咁多嘅伤害啦。呢只嘅烈焰马，然后头先就用叶衣背嘅，照用叶衣背打剑舞，系 OK。之后再炎刃斩，得一下斩到咁样，再嚟保护，搞掂。雪妖女就希望呢只嘢咧就生成，如果唔系就大镬啦。OK， 咁就得啦。而家保护好，吸好多下呢镬都仲死啲咁铺。好啦，然后再用烈焰马啦，就用火技冰衣背。好，冰衣背又必死啦，你一嘢打死佢。搞定，因为冰衣背就系记得系特防特攻高嘅，但系个防御就唔系好高嘅。好啦，哇，好精彩嘅战斗啊！啊，好正好正，真系好有趣啊！我系话你做得唔错啊，咁啊，请收下呢个啦，13急冻光线，系个咧均衡实用嘅技能啊，你要好好使用。我就系要用呢招技，我由一开头打天王已经要谂住用呢招技啦。睇暴龙，好。咁嘅话咧，其实十万伏特用嚟打咩啊？十万伏特用嚟打水系嘅，大水系我唔需要啦，要同埋打飞行系。好，换走十万伏特因为我用呢个冰都打得飞行系嘅，同埋如果系打水嘅话，我有草技啦，有草衣背同埋嗰只嘅降蟹，所以我系唔需要用到雷技，用草技或者冰。用咩啊？
系啊，用草技接呢杯嘅草技同埋呢只蟹仔嘅草技都得啦，唔需要用到雷技嚟打水系。好，后宫之美，觉醒石，冰冷岩石。觉醒石就用嚟艾露雷朵嘅进化。好，喂，咁偏僻嘅镇都有客人嚟啊，真系欢迎你啊！阿伯点啊？静止咧就会冻结啊，唯有咧奔腾方之内不息啊，水流如此，人生都系啊，人生亦然。又要爬翻上去，真系麻烦。咁啊，掉走呢只先，换翻独角金鱼出嚟。OK， 好，照计应该向上啊。诶，呢度做乜顶住咗条路？喂，有只水嘅飞鱼喺度。啊，系，其实招雷都系用嚟打启暴龙，即系有启暴龙喺度。但系如果启暴龙嘅话，可以用咩打？得雷技可以打入，或者岩石。唔紧要啦，我哋暂时再决定啦，因为可以转技嘅，到时再。好，蚊怕水，死啦！而家鱿鱼去边呢？我呢度好高咧，我走唔到，用呢只。用呢只摆头走唔到，唔通唔使上去嘅？睇嚟要行翻去之前嗰个位。诶，你喺度嘅？就算再低嘅温度啊，都阻止唔到我，唔会俾你破坏咧过期之大嘅计划嘅。细火，愤怒门牙，唉，我愤怒门牙就唔抵啊！呢度我咁多血，翻刺射就用地面技，好，火爆喉，地震 ，OK。好，冇中毒就得啦。最怕就系中毒，好毒啊！知唔知最后位边度啊？火技完全唔同，哇！佢嗰招技一嘢射到我咁样，地震。好，揸下，杀埋。毒气箱子就系漂浮系嘅，漂浮。漂浮就用海暴龙啦，冇办法，龙星群。哇！佢点解啲龙星云可以成日都唔中嘅？虽然话嗰个嘅命中唔高嘅，但系都唔好成日唔中啊！喷射火焰系咁开同命过去，好想一齐死佢。好，边佢？哇！死啦！真系狗啊！呢啲咁嘅招，啲同命兽太屈机啦！同命呢招技，好喺度啊！过骑士大人。呢度咧作为咧冰龙发挥完全力量嘅地方咧，实在太适合啦。霍奇斯大人一定会好满意啊！呢、这个唔系嚟噶，咩人？守卫喺度做咩啊？居然放啲咁嘅无关嘅人入嚟？见啊，阻碍等离子团嘅人员啊，即哥应该喺呢度就必须咧铲除啊！好，佢好似又有七个兄弟定唔知八个兄弟呢一个嘅组织。好，呢度我唔知点打。OK， 照杀，咬死佢。好。冰鬼会系咪鬼啊？好似唔系，佢话系冰鬼，应该唔系鬼，系我相信系啦，佢系得冰嘅属性啫。好 ，OK， 太暴龙，但会唔会唔够快呢？好，唔够佢个人快，佢个人食嘅太快，烧佢啊，唔够快啊，真系。好，唔紧要嘅，重新只先，我费事再行，太麻烦。好，火马。应该火马一隻都可以打得赢，我相信85咧应该 OK 嘅。火用宝，唉，争啲替身啊，想用，仲用宝护，烧佢，非常好，铁甲背啊，烧啦照，破壳而出，破壳而出就大火，哈哈哈哈，马骝拉大火。阿马威大火，唉，又系气息腰带，我又俾个气息腰带压咗。最麻烦就系个气息腰带咧，其实如果对方系用一血根，即系呢个气息腰带加招嘅气息回身咧，系非常之大威力嘅。又或者系用网状呢一类嘅技能咧，系会几大伤害下嘅，亦都系几奸嘅一招计策嚟，可以话系好。嚟啦，冰鬼户，但系呢个细火，好，基本上细火打死个冰鬼户，保护
大家一齐回血都冇所谓。好啦，铁甲杯，铁甲杯换一换会好啲，换火爆喉，近身拳击，破壳啦佢，但系换快过我咧，系快过我嘅佢，咁就唔紧要啦。哇！岩石爆破，俾佢压到添，大波冷波，边佢？好，边得死嘅？马骝拉，要用呢只先。好，佢用下马威一嚟保护先，咦？唔系用下马威喎，爆瓦片，不过我都会死呢度。睇波龙啦，喷射波。唔得，又要输呢度。好嚟，今次一定可以赢到啊！好，细火，好啦，细火又可以替身嘅，然后就回血，非常之狗啊！呢一个计划，再用细火打佢，系咁打死佢个替身。好 ，OK。然后再用火技杀啦。铁甲杯嘅话，我哋照用，因为佢会破壳嘅。所以我哋就即刻转大火打，马骝拉就要转一转啦，转只识保护噶啦，就系呢只坚果保护先，用下马威嘅寄生种子，好，只要呢一度可以掉得中就 OK 啦，然后不断回血，再用铁壁，哦，唉，铁壁唔切，唔紧要，烈焰马一定死啦佢呢度。搞掂，好，你越活得越耐咧，就越有失败嘅可能性。等等，我认得你啊，你系嗰个淘金拥有者共运者系嘛？我听啊，三维一体讲过你啊，所以你一路揾我哋啊。吓，嚟到呢度，你果然系一个聪明，你系一个聪明人啊。不过既然系咁，我劝你咧唔好做蠢事啊。我嘅经历拥有比上次更加强嘅力量啊，单凭系最强之龙嘅力量就足以令你哋咧绝望啊，更唔好话系，哼，总之你哋咧不啲胜算都冇啊，放弃啦。咁我而家去边？应该出翻去，然后应该去边呢？向左行唔通系？好，荒废之海系咪呢度？幻镜屎，好，咦有嘢出嚟喎？诶、欸，龙系道馆，喂，做咩一阵啊？道哥就唔见咗啊？艾里斯喺度啊？做咩一直咁紧张啊？等你之前明明解呢个撤退咗啦，难得出到嚟新地区游览啊！龙之真系点仲有段时间喎，唔使咁讲喎。啊，有冇见过啊？阿道啊，走到去边嘢都晓，好显眼噶。冇啊，居然走咗啊！抌低我一个啊，道哥好过分啊！你要挑战呢个道馆啊？呢个道馆咧有个有趣嘅大哥哥啊，使用嘅属性可以抵抗我最强、最擅长嘅属性，最擅长嘅属性，真系龙系啊！冰系头先打咗，咁就系龙系啦，龙系咁就死啦。照相先呢一格，好阿、啊、哇唔识读嗰个字，阿、啊、黎先生啊，哦妖精系啊嘛，但系呢一代有妖精噶啦咩？已经好能量储存，好巨金怪，睇嚟系降系啊。超合金冲击，细火，压到。即系边度咧？睇下先，呢、這个呢度，之后呢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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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？唔系喎，点样咧？咦，系啦，呢、這个呢、這个。所以你系攀过名为馆主嘅山峰啊，咁啊先超越我呢个登山者。大火啦呢度，同佢搏命啊呢度。如果系降系嘅话，真系拍格斗啦。大降蛇杀杀唔死，地震唔得啦，因为用咗砖外围巾。好死埋，睇暴龙啦，冲浪。之后点样过啊？呢度咁样，之后系咁样过去。咦，唔系喎，咁样过系咪真系唔得？要喺嗰个位再过去，
系咪有啲位要转啊？应该有啲位要转，我睇嚟。如果唔系，冇可能过到嘅，我相信。不过我头先咁睇啦，但系唔知系咪啦。好，睇睇先。呢一度就上去嘅，然后呢一度开始就要揀上面条路系啱嘅，呢度就会出到嚟呢度啦。咁下面条路就头先上嘅，呢度再过。原来得呢条路会啱啫。之后就系呢条路。好，然后呢条路，但系点样过去啊？咦，得啦得啦，原来系咁样过去。我仲谂紧点解好似咁复杂咁 ，OK 嚟啦。欢迎嚟到玩机小道馆，我名系阿 Dude， 风风雨雨吹散咗身边嘅人啊。好，脚下咩？完全唔识读嗰个字，阴 Dude 脚下的路。抹杀咗眼泪嘅情，磨灭钢铁般冰冷又火热嘅心，哇，好多唔识读嘅字喎呢度。你可唔可以读得出咧？钢铁嘅灵魂啊，原来系钢铁灵魂，即系钢系啦，钢系我冇使乜惊。呢只要惊，呢只物防极高，好杀青铜钟，好杀。催眠术，大火，哇，大镬啦！波，佢有地震嘅话，选呢只啦，唯有。好，保护。之后用起身种子，啊，又瞓咗觉，保护，死啦！波。這個真的有點難打，這隻是鋼超能力格鬥是不同的，即是說只可以用火打，或者地面應該不行，因為應該是漂浮，或者是火技，火技完全不同啦，因為這隻啟博龍相差這火術太遠了，燒的。火爆好啦，照用格斗打啦，唯有近身拳击手刀先啦。唉，唔得，一下撞死，死埋。好，剑舞，思念头锤，再嚟一下，然后用草打，唔得，打唔入。啊，呢个系几难打，我讲系。同埋我都需要升一升咧，真系，因为头先你见到咧系相差两二十个 level 嘅，所以系会打得非常之辛苦，非常之痛苦咁样，然后系咁样，咁样，睇先，好 ，OK 嚟啦，一嚟。一嚟系边只啊？唔记得啦，干鸟。哎，回血，大火。呢只寄生种子，好冇中，非常好，保护。然后再用铁壁，好，开到铁壁就得啦，保护。铁壁，我瞓咗觉唔紧要，佢杀我唔死嘅，因为开咗下铁壁咧，防御已经无比咁高啊，呢度慢慢吸死就得，等时间过就得啦。呢只嘅钢蟹就系有咁呕心嘅，就系呢样嘢呕心其实。好，变多下应该差唔多啦。诶，转重啊，卢卡利奥。卢卡利奥是格斗系嘅，打我应该未必死。哇，开剑舞就难讲啲咯。边个？近身拳击，系啦，一下打死。咁嘅话，火马啦，
撞佢，神速，仲要有命肉添，只老卡利奥，咁点算呢？锯剑蟹啦，用蛮力，好回血，秒咗佢，非常好，垂死挣扎，唔要啦。锯剑堂，锯剑堂要用火打喎，打得唔得啦？用火烧佢，锯剑堂我快过，好杀下杀咗，青铜钟。青铜钟我用启步龙打就冇咩力嘅，应该系话三隻都冇乜力呢度，照用先啦。但系佢得翻一隻啫，用火技定龙技咧？火技嘅话就系黑佢，龙技嘅就唔黑佢而半减咗龙技啦，争啲。好，唉，食药，我争少少赢到啊呢度。有冇烧伤状态可以烧伤佢啊？唔得，咁嘅话就火爆喉啦，近身拳击啦，打唔入，剑舞，好猛毒嘅系，唔紧要，猛毒头嗰三弯都可以冇乜，唔算话太痛，咬佢，好，毒弹不得。十字剪但系唔痛喎，应该叶印斩都系唔痛嘅，咬就可能会痛啲。而十字斩啦，又系，哇，争一下，死啦死啦，争一下。潜水蛮力，蛮力 ，yes， 赢到，亦都预你啊，你嘅精灵更加强大啊！你大概已经领悟咗咧钢铁嘅灵魂啦，我可以咧遇到你咁嘅对手而骄傲啊，攞呢个啦，23啊，钢尾，哇，好难打呢个道馆。虽然我都系赢咗，但系真系好难打。我啲 level 真系已经远远唔够用啦。好，今集时间差唔多，系咁先，拜拜。